Hello，大家好，就说一下，关于洗头，洗头发就是你得那个，看你的状况。像一般来说呢，两三天洗就可以，但是那种天天洗的，我真的不建议的，因为，我自己试过天天洗，我觉得那种就是有点太过了。哎，可能我的发质的问题啊，我不是说全部，我是觉得我天天洗就有点过。两天洗的话呢，也还行，但我最好就是两天或三天这样洗就非常好啊。所以呢，其实头发就是也是这样，你不能去糟蹋它，你不能就油都不行，你还不洗那不行，因为油发容易掉发，经常洗头发也容易掉发，所以你还是要平衡，所以不能去糟蹋，也不能过分的去保养，加油。